我们在规划 N30LE 的设计定义的时候啊，就给它赋予了诸多的一个技术要点。N30LE 有多种工作模式，可以形成多种的一个组合方式，其意义是在于更好的对应用户市场的一个多样性的一个需求。可以这样说啊， N30LE 集成了凯因这么多年在电子管、晶体管电子、电路设计方面的一个积累的经验和成果。其实一开始看到 N30LE 的设计要求需要在 6P1 电子管上面同时实现两种不同的一个声音风格，我的第一感觉不太可能。虽然我们对这个电子管之前已经有了六七种的一个电路的技术方案，但是需要在同一个硬件上面去实现两种的电路方案，特别是对于 N30LE 这么狭小的空间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前期跟结构设计一起在研讨这个空间，然后一些避震措施还有走线，我们也花费了 有十来天的一个时间，最终才确定了一个实施的方案。 N30LE 不仅仅是一个型号代号，更是凯因在 N 系列便携播放器中的最高的技术体现。我们在 N30LE 上用 NewTube 6P1 电子管实现了两种电子管音色电路的一个设计，一种是偏现代风格，声音通透并具备速度感与线条感，而另外一种是偏怀旧复古风格，音色温润醇厚。这是凯因研发团队长期以来不断实践验证的第三代电子管音频电路的一个技术，也是首次全面整合应用。然后整一个电路上的一个设计，前前后后也设计了有十几版，基本上每个月出来一版的测试优化，一直到最终的完成。当最终 N30LE 完成所有的一个指标，然后主观听音，而且通过大的一致的一个认可之后，其实真的有一种全身放松的一个感觉。但我觉得这一切虽然辛苦，但是都是值得的。轻盈流动而富有包容力，随着变化而延伸，万象万生，是30周年的凯因所希望呈现给您的 N30LE。